我们真的要好好来努力培养下一代。如果我们不能帮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环境，那就是我们的罪过。我在高雄那时候早期在选市长的时候，很多太太很多妈妈们抱着我就是问他们担心什么，担心他的孩子为什么在学校里面所有学习的不管是课纲所有所教的，他说我的孩子被教成这样。大家可以知道最近在高雄那个演唱会，演唱会那个大导台唱的那个演唱会，很多妈妈放声痛哭。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，我也是人家的妈妈，我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。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是祥和的，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大家是互相帮助的。所以市长才会一直在讲，郭议长一直说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努力，赚到了钱，做好了经济，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，一件就是教育，好好培养下一代，就像我们上一代在培养我们一样。第二件事情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弱势族群。我们在高雄跑了太多太多的弱势族群，在他们在山边海角，甚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，其实我每次看到他们，他们很多人看着我就开始掉眼泪。那天我到基隆去，我们的立委帮我安排，又有几位弱势族群的家庭，其实在谈的过程他就在旁边掉眼泪，甚至有人就跟我说，我好想死，我好想自杀。所以我在这边真的要恳求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，我们一定要重新好好的打造我们的社会跟国家，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团结在一起，我们不能再让台湾有所谓的偏乡，有所谓的弱势族群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团结，好好的努力。在从今年已经往后倒数也没有多少时间了，很快到了一月，明年的1月11号，这个时间非常的宝贵，也要在这边恳求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我跟国瑜都会很勇敢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请听跟我们不同意见的人，他们，我们大家一旦都是台湾在这一块土地生活的人，所以在这边恳请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姊妹，我们在立委的选战，我们板桥的东区一定要好好的，让我们真的，我觉得我们柯志恩委员是兼具美貌与知性。人才一定要进到立法院，而且让他们高票当选，好不好？